胜利牌金田一极乐香江街头楼房主名前女友玩亲亲。阿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。阿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。我说阿丽啊，丢啦，是胜利啊，你怎么从日本搂到香港去啦？这事情要从上周说起。日本 Friday 杂志刊登两张床照，指这名裸上身的男子就是韩国天团 Big Bang 成员胜利。提供照片的女生声称与胜利发生一夜情，还爆料他有掐脖子的性癖好。事件爆发后，胜利低调到香港拍日剧《金田一特别篇》，昨凌晨香港苹果接获线报，致胜利现身湾仔。记者在现场守候，发现三名男子走进诡异的小房间，接着带出三名辣妹。哎，胜利雷，胜利雷，胜利的都一样啊，不就在这儿吗？哎，什么时候变出来的？号称身高177公分的胜利，混在男男女女中也没特别突出。到了 KTV 门口等包厢，胜利一时寄扬。在外面就跳成这样了，进到包厢内战况必定更激烈。你看看同行的黑衣妹，玩到一半突然跑到窗边瞧奶。胜利玩到凌晨3点半，一出门口，黑衣妹和红衣妹就轮流黏到胜利身上。阿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。就在这电光石火间，胜利发现有人在跟拍，也是在这电光石火间发现这黑衣妹原来是熟面孔，她是日籍小模，叫做久保信奈。信奈妹妹上一个男朋友就是成龙儿子房祖名。胜利发现跟拍后，赶紧伸手拦计程车，但手还是搂着信奈，一下摸腰，一下拍背。啊，怎么拦不到车？啊，人家不依啦。眼看信奈就要发起酒疯，计程车这才出现。胜利赶紧把信奈塞进后座，自己则坐另一辆计程车回饭店，入门前还偷瞄狗仔一眼。苹果娱乐新闻极乐香江未完待续报道。